呼呼后跳跳，一字板立马复出。新闻开始报道以来，其中有很多是对我们的谩骂，使用了很多不堪入目的措辞跟充满羞辱的语气。不要难过，也不用伤心，才刚哭成一团的中华职棒桃园啦啦队 Loving Girls 子宁、依依和小凡合组的一子凡，因为时间活动被封杀，昨天立马合体，以一子凡名义出席2015美国职篮经典名人对抗赛记者会，担任该赛事的应援团。我是一子凡，我是子子，是小凡。吼吼，因为是被封杀后首度公开表演活动，吸引大批媒体前来采访，也意外达到吸睛效果。东新闻综合报道。他们都是苹果日报的爆料公民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每月两则爆料被采用，月领20000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0000元。现在就加入苹果爆料公民行列。